界成就品第四，清凉大师以四窟啊，就是四个段落来介绍啊这一品。第一个段落是来意，第二个段落是解释品题，第三个段落是讲宗趣。我们在前面呢都已经介绍了。李长者在后论里头有一段话了，很重要。大致上他们的看法呢是非常接近啊，甚至于引用啊引经据典呢也有许许多多地方啊相同啊。不过有些话呢也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比如后论里面讲若不说众生界、法界、菩萨界、佛界、虚空界无二无尽，如影重重啊，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在这一品经里面所说的内容。长者说：“假如要不说，不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他说所有发心者，这发心学佛，所有发心学佛，即使不入二尘，修菩萨行者但得全教菩萨了，心常染净而有限碍，限是限制，碍是障碍，不入佛境界故啊。这个意思清凉注解里头有下面他说有自佛他佛像我们常常说的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自佛他方世界诸佛了，那不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他方佛，我们会有分别心以及过刹分际由往来所依处故极乐世界不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是华藏世界，我们凡夫总是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他举例子，如三乘中所说净土在于他方弥陀净土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国度这个也是佛在经上说的吗
菩萨愿生其中是也。啊，许多菩萨都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净土在于他方。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事实真相呢，讲的是法界、佛界、菩萨界、虚空界，无二无尽。啊，那么普贤菩萨说这一篇，说这个经文，啊，也就是说出宇宙啊，刹图啊，佛菩萨境界的真相啊，意思在教初发菩提心者知众生境界，诸佛境界广大之相啊，重重无碍无尽之相。佛界菩萨愿行含福利益，真正是无微不至啊！这一篇经啊，当然要说，不能不说啊！这个意思非常好啊！那么下面这是解释经文啊，解释经文，这是第四个段落了啊，解释经文。三品正说法海啊，这个三品就是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这两品呢是讲果。最后有一品呢，毗卢遮那品呢，这是讲因。啊，前两品跟我们说，诸佛刹土的实相。真实的状况啊，幕后一品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原因出现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要给我们说出这个原因啊。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意思啊，请梁大师跟我们说，前面两品通达前三十句果问啊，这前面我们读过的菩萨提出四十个大问题，在这两品经里面是通达啊，概略的说明，细说呢那在全经啊，后一品呢到前十句因问啊，什么原因说因，我们就知道啊，它的果啊，啊是在讲佛说法，通常因果都讲。那我们要看啊，佛这一次的这个谈话啊，这个是开示，
是果讲得多呢，还是因讲得多？啊，如果果讲得多呢，我们就把它分类啊、归类啊，就归到果这一边。啊，果里头也说因。啊，如果因说得多呢，果说得少呢，我们就把它归在因这一类。啊，因果度数啊。这个是每一会的说法。当机大众根性不相同。啊，又何况佛陀说法不同世间学校教学。世间学校教学学生人数是一定的。啊，程度是差不多的。佛说法呢，这个听众啊是不一定的，有些是一直听下去的，有些中途而来的，啊，前面没有听到的，啊，有些呢可能只来听这一次的，啊，听一次佛都不舍弃他，啊，为了令他得利，啊，佛还是委曲婉转，要把意思说圆满，啊，当然这个里头广略差别是有的，啊，就是细说略说这个是有的。好在我们今天呢，能够看到古大德为我们集结世尊当年所说的这些教诲呀，啊，集结成为经典。前后各处所说的，我们今天在经本上都能看到，这是稀有的因缘呐，不可思议啊！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么，就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在一处一时说的。清凉就给我们说的是七处九会啊，说经的处所有七处不同啊，一共有九会。李长者讲的是十处十会啊，因为这个经到中国来啊，并不是圆满的啊，是残缺不齐的啊。李长者讲一定是十处十会啊，他讲的也有道理啊。华严用十代表大圆满啊，十处十会呀，这个讲法的时候是能讲得通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前两品讲果，后一品说因啊，多说果少说因啊，这那品里面呢多说因少说果，就说因比说果要多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一品啊，世界成就品呐，这个里头要说的是祝福及祝众生所有的刹海啊，跟我们介绍啊，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太空当中啊，无量无边的星球、星系啊，这一瓶跟我们讲这个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是天文学啊，在这一瓶跟底下一瓶呢，都是讲的天文。那么后瓶啊，华藏世界瓶，别名本师之所言尽啊，这里头特别说到毗卢遮那佛对于刹土的庄严。又啊，此品名尘刹之云啊，这个世界成就品呢，要说明宇宙啊为什么形成啊，这个形成的原是什么啊。后品呢，别变果相啊，华藏世界品要说明这个果报的现象，确实这个真是我们啊迫切需要明了的。这一瓶呢是大世界安立之问啊，前面曾经问过啊，这个云何安立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其中虽名行等呢，亦是缘故啊，设许许多多现象都不是从缘上讲的。那么现在这一份里头也分为两段啊，先总标纲要啊，这是本分，后面正称本意呀，那是解说分啊。我们现在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一佛神力遍观一切世界海，一切众生海，一切诸佛海，一切法界海，一切众生业海，一切众生根欲海，一切诸佛法轮海，一切三世海，一切如来愿力海，一切如来神变海。这个一段经文儿时是普贤菩萨入法界大定，起定之后啊，这个事相教学非常重要。入定是属于内证啊，总的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这个时候。自己的心跟
一切诸佛、一切菩萨心性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的心是纯净纯善的我们入定呢，定中的境界纯净纯善，这叫内证啊！不但是内证呢，也是感得设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依佛神力呀！这个经文上凡夫的心跟佛心不一样，凡夫的心是动的，是不定的，是乱的。所以要说如来果地上境界，你不起如如来果地境界，你怎么能说得出怎么能起如呢？入定就起如我们一定要知道，普贤在前面是表演，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有入有出实际上普贤菩萨入法界定没有出入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都在法界定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做个样子给我们看叫初学。那么初学，我们现在讲了，初学为大众讲经说法，要用什么态度呢？普贤菩萨示现的就是模范要入定所以从前法师身作讲经诸位都晓得有讲经的仪式法师身作之后那个仪式很长差不多需要40多分钟这么长的仪式法师坐在座位上入定仪式完了之后这银磬一敲法师出定了再讲经就学普贤菩萨嘛总得要把整个这个妄念放下意志要集中你才能体会到经里面的玄义微妙的义理无尽的意趣你才能体会得到如果心散乱了决定不能成就你决定不懂平常我们讲经要做充分的预备预备需不需要需要那是敬业的态度我把这个事情当作一桩是重要的事情来办
啊，我很重视，我要有充分准备。准备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处呢？不见得。也许上台之后啊，你所准备的东西一句都用不上。为什么呢？智慧现前啊。佛力加持啊。这一段诗凡是讲经的这些大德们都有这个感应，往年李老师在台中讲经一个星期一次，我跟他10年了，他做榜样给我们看的。讲经这一天他不见客的啊，在图书馆讲经，图书馆给他准备一个休息的房间啊，在一个小楼上，他这一天呢等于说在小楼上闭关。中午这一餐饭的时候送到楼上，啊，他不下楼，晚上讲经的时候才下来，在台中讲经38年，38年如一日啊，啊，他这样的。用心啊，这样的敬业我们佩服啊。啊，他也看古大德的这些著述啊，做充分的准备啊，有时候啊，他把这个经里头重要的意趣啊，用表解的方式列出来，啊，在讲经之前，啊，把这个表解，我们写在黑板上，啊，我给他写过不少年的黑板，啊，那么他这些笔记呢，现在都印在全集里面，啊，全集里头。大概有两三册，啊，是过去他一生当中讲经做的笔记，啊，给我们后学做榜样啊，啊，决定不是草率啊，啊，我早年讲经前10年。完全遵照老师这种方法，啊，他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差不多是讲5、6次，啊，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事情，他的工作很多。我出家之后啊，把世间事完全放下了，啊，专门走讲经这个路子，啊，所以我天天讲，啊，前10年，啊，是天天都要用很多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啊，10年之后呢，就越来越熟了。这个
谚语所谓熟能生巧啊，准备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我在讲台上跟诸位报告过啊，最初出来讲经啊，讲一个小时要准备40个小时啊，真的不容易啊。大概讲半年之后啊，不到一年，越来越有进步嘛。一个小时讲经啊，大概只需要10几个小时啊，就能够完成了。2年之后啊，几乎讲一个小时啊，我有6-7个小时准备啊就行了。3年之后啊，可以1:1了。讲一个小时经啊，大概1-2个小时准备。所以有的时候用1天的时间啊，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来准备经文，准备说可以1个星期就是可以1天的准备那时候每一天讲1.5个小时嘛，用1整天的时间准备1个星期的就够用了越来就越有进步啊。10年之后啊，几乎无需要准备了所以现在大家看我讲东西没有准备的，是的讲熟了嘛现在讲经准备的但是我还是每天读经，这是敬业，讲经是我的事业，我要依教修行呢。我每一天不能不读每一天呢不能不看祖师大德们的著述，看著述听他们讲经听他们的心得报告实际上啊，来讲经是已经无需要准备了所以我的准备只是把经典里面段落用彩色的笔把它勾出来因为在讲台上就会很醒目那么另外呢，就是经典里面呢，有的时候还有生字那个生字一定要查字典的那不能随便乱念的就准备啊，那就是做这个工作勾段落看看有没有生疏的这个生字啊，跟这个生疏的名词名相属于所以从整个修学当中呢，自己能够觉察得到，很明显的觉察得到自己进步的状况到什么时候才能入境界呢？这个不仅仅是读，不仅仅是讲，要行依教奉行，你才能齐如境界行里面呢有正信皆行正正什么呢？在行里面证明自己
所信所解，如佛所教啊，啊，证实了，把佛所教导我们的，在经典当中教导我们的，我们都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到真实的受用啊。特别是内证啊，内证这就是三昧呀。啊，我们念佛，如果不能得念佛三昧，你念佛没有功夫啊。啊，你学华严，要不能够得。这不能得多么少份嘛！啊，一百分里头啊，你能够得个一分两分嘛？华严三昧啊，你总得得个一分两分，你才有受用啊！啊，你学天台宗，那你总要有个几分呢？法华三昧。如果不能够契入境界，你就不得受用。换一句话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是随烦恼转。啊，这个生活很辛苦啊！啊，你随烦恼转呢。你还是在业报里头啊，怎么样把业报转变成愿力，这个是有大受用啊，这就是非入三昧不可啊。念佛三昧就是经中一般所讲的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里面又分四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这都是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由此可知呢，他的功夫分三等啊，最浅的叫成片啊，这是得少分啊。如果念到四一心不乱，那很好了啊，四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讲。利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没有了，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执着，这个功夫成片里头还有执着，执着还没有离开啊，所以它很浅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无论什么事情都好，很好。你才能得一心呐！啊，理一心不乱呢，那是明心见性的，执着断了，分别也断了，啊，一切不分别了，妄想也破了几分了。我们大家都很明白了，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分别是尘沙烦恼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啊。
功夫以这个为标准。你能放下几多啊？放下越多，你其如三昧境界就越深越广。这样才能得真实受用。那你展开经卷为别人讲解，当然不一样了。所以自己已进入境界呢，你准备的看别人住宿的可能在讲台上都用不上。为什么？面对大众根基不相同啊。我们这堂课啊，总要让听课的这些同学们个个都能得受用啊。如果他听这堂课不得受用，我们不但对不起人呢，而造罪业啊。造什么罪业呢？你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别人的精力啊。人家从老远到这来听这堂课啊，你让他一点利益都得不到啊，他来上一堂课干什么？当然这个事情不容易啊，所以首先要自己得利益，然后把自己利益说出来与大家共享，哎，这个好啊，至少我们要能达到这个水平啊，不负辜负大家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一起在一个课堂里面来学习。所以这个前面入定呢，用意很深呐。入定是真正开智慧，真正入境界呀。出定之后，你看，遍观察，这个遍观呢。这个里头用意很深清凉说呢，外神其相这审查了看一看了。其实我觉得清凉大师这一句没有具足这个遍观的意趣外神其相呢，当然不要这个四面周边都看看像这个身坐讲经一样身坐之后一定要把听众看一遍通通照顾到这个我们在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都学习过这规矩给听众一种亲切之感让这个听众每一个人感觉到这个法师为我所说的有这个亲切感呢。眼光要看到每一个人都要看到亲切的照顾招呼所以他的用意很深用意很广
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这个十句啊，每一句后面都有个海啊，我们就称它叫十海。十海意思前面都讲过了啊，前面在问的时候我们都详细解释过啊，但是跟前面这个问提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次序稍稍有一点不同啊，这个没有关系啊。清凉注解里头也有简单的说明啊，问总了问了四十句啊，现在普贤菩萨遍观只设了十句，十句里头已经包括了前面所问的四十句啊，这个注解里头有啊，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啊，我们接着看底下这段经文。如是观察矣，普告一切道场众海诸菩萨言：佛子，诸佛世尊呐，知一切世界海成坏清净智，不可思议。啊，这第一句，知一切众生业海智，不可思议；知一切法界安离海智，不可思议。往下十句，一直到建立颜色海，不可思议。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说啊，如是观察矣，这是借前面的啊，他遍观一切刹海啊，啊，看了之后，普贤菩萨说话了，啊，普告一切道场众海诸菩萨言，啊，普是普遍，与会的菩萨很多啊，啊，除了啊华藏世界。本有的这些菩萨众之外，还有十方来集会的这些菩萨，无量无边啊！啊，问题是这些菩萨们提出来的，啊，现在普贤菩萨一一要为他们解答。第一句说诸佛世尊啊，诸佛世尊这四个字，这一句啊，总贯下面十句啊，每一句前面都
都有诸佛世尊，啊，这个文字省略了，知一切世界海成住清净智，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诗句是说啊，就是解答前面呢世界海等十问啊，观观海啊，叹呢，叹是赞叹智慧呀。智与海反复相成，这个意思是说前面自知观海微细难知啊，啊，自己来看海啊，啊，我们今天用自己的能力，实在讲不要看海了啊，我们看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无论看人事环境或者看物质环境啊，观察我们过去未来，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啊。普贤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实验啊，给我们做榜样啊，使我们看到普贤菩萨观察宇宙啊，像我们今天观察社会一样啊，这是什么呢？我们的智不足啊。但是佛就不一样了，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他清楚啊，他明了啊，啊，所以唯有佛的智慧呀，方能究竟呐。佛之难思，不可思议啊。佛的智慧菩萨心目当中赞扬的就像海一样的深广，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的海，马上就想到海洋啊，而实际上呢，此地讲的海是个形容，深广无尽呢，那是什么呢？太空啊！啊，海洋还容易啊，太空的深广无尽，唯有佛知道，唯有化身菩萨知道。啊，化身菩萨虽然知道啊，没有佛知道那样的透彻圆满啊，所以菩萨为众生说法，一定要求佛威神加持，道理在此地啊。啊，清凉大师在此地设立一个问答，是假设的。他说：“既然这样的，那为什么不说智啊？那说海干什么呢？”
啊，清凉在此地跟我们解释，智力海尽，安知其相呢？啊，你有智慧，你智慧从哪里表现出来的？一定有境界，没有境界，你的智慧，别人六根都接触不到的。啊，纵然你不做事情，你坐在那里，站在那里，哎，人家一看你，哎呀，这个人，哎，这个人聪明啊，这个人很有智慧啊，哎，你有相在吗？如果这个相形象都没有了，智没有人知道啊，没有迹象可循呐，啊，所以智跟海啊，互为表里呀，啊，从海啊，从涉海显示佛智慧的不可思议啊，深广无尽呐，啊，所以说海啊，这个第二个问题，又表为所正知，故当说海啊，所以这个用意才圆满啊。你想我们六波罗蜜里头，般若波罗蜜在哪里显呢？般若波罗蜜一定在前面五度里面显示出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那就等于海一样啊，从这个里面显示出你的真实智慧啊。如果没有这个四相，你般若波罗蜜在哪里？这就是智跟净不能离开啊，离开了之后净里头没有智慧啊，单独智慧不能够显现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